的两份，他一份，你一份，都是一样，没了。人家记者采访你吗？啊？记者采访你吗？正常。拍到你也好呀。放下来。陈少南来干嘛？我不想上镜，无所谓。老板低调的人，低调。我不希望过那样的生活，知道吧？把那搞太累了，知道吧？把自己搞得太累了。不要，钱少一点够花就行了。看情况，动画现在可以下班了。看情况，看情况啊。休息不休息也是我自己的事情，与你们无关。混良主义点。你没说钱给我多一点，咱混良主义，对不对？老板热的都快要中暑了。干哪个行业都不太容易，挣钱比真是老一辈说的，挣钱比吃屎还要难。我现在感觉挣钱真的很难，花钱太快了。我现在就感觉努力挣钱是为了改善生活，提高生活质量，但是我发现我怎么努力，我的生活质量都没有提高。哎，对呀。